我手上有些资料，想和你研究有没有机会合作。主动给我资料，不像你作风啊！背后的势力很庞大，利用不同的黑材料控制政商界的名人。我们被人监听了，游戏才刚开始，我肯定徐烈刚还在澳门。 先生，如果你能转做污点证人，我保证把你的罪减得最轻。我们翻腾行动，收到。将照片发出去，让公众去判断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这么做将洗黑钱，你帮帮我吧。长官，我的职责就是破案，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我们几个人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。I C C， 走啊，警察！我叫你把枪放下，当心！